Hello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木。这边的话，马上就要入冬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变换的衣服，它的披风比以前更加厚了，更加保暖了。这个是小说家 bug， 然后怎么触发呢？这边可以教一下大家，就是变换用金皮，然后蹲下来，然后小说家控制它。控制它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披风多了几件衣服了，有没有感觉非常的保暖？然后我们再切回来，就可以发现这 bug 就卡成功了。也不知道心理学家那个金皮能不能触发这个 bug， 但是至少这个 bug 是可以的。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试一下。屠夫视角的话是看不到那个多出来的披风的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如果击倒之后的话，那个披风还在不在呢？我们试一下。我们先打一个。这边击倒之后，他身上的披风还是在的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这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亮加关注，还有感谢参加测试的小粉丝们，拜拜。